七锤手，古传谱曰：两手逼他手肘，右拳往内直攻，左掌起处面颜红，右掌复来要重，左手拿他右手，全凭脚下勾弓，勿谓人不惊，跌翻一场春梦。他右拳打来，我双手逼近，右手向上翻缠，左手摁住他的肘，脚进中门，右拳趁机滑进去打他的肋，趁他一缩腰，左手扑面，同时上左步管住他的脚。他一扬脸，左手从他脑后滑下来，拿住他的左臂肘关节，同时右手用很重的旋转切力向左下方用力切他的脖子大动脉，这个劲儿是向着自己左腿膝盖的方向用力锤下去，所以也叫七锤手。同时左脚后勾，你看这个拳架子，哎，这叫逼近，一个手左手弄住肘，右手缠进来的，腰还一转逼近，摸拉脸，左脚管住他了，找他的曲池穴，转换一转角度，切他的脖子大筋一勾，也可以逼近以后直接脖子，也可以再加上一个七法，也可以走外门。八门正行，古传谱曰：他人正要攻打，左拳往左勾开，右手一拳对心催，左拳耳上打坏，慢到右耳吃苦，左耳一撞难白，两耳一齐血涌来，八门正行手害。看对方打来了，你看切，这一切你看我的手已经跑到他手前头去了，打他是必然的，你看这一切这圈上来了，嗯，这圈上来了，这圈一切，你看这圈上来了，这来回切，但是切的时候越打越高，大大大大打他耳朵，还要抵抗，还要后退，是吧？他也有他的招，所以要步子要跟着他走，是吧？那这个他不管你怎么走，看这个架子啊，手和脚是分开的，不是像一般的拳一样，说走一步打一拳，走一步打一拳，不是的，脚走脚的，手走手的，这个力在丹田。来回拧动，加上身子的发力，是吧？到处都是抖炸劲儿，不往前进。五横手，后脚。古传谱曰：左手拿他右手，右拳往左斜冲，就是斜打太阳穴，起处便是面颜红，招怀一肘。直进，竖起铁面金拳，拜掌田拳击根，惊去五魄与三魂，才是神拳五横。对方打过来，看这个手横提，拿他也行，是吧？接他也，上了太阳穴了，他架，不管他架不架了，你看这个手往这儿走。手就打开了，这个手该在这待着，加上身法，上肘跟一个横肘啊，横肘完了，他这个手还在往上挑，顺着这个劲儿，你看往这走，砰，打鼻子，这是个横拳啊，然后你看又一个横肘，
看对方打来，看往这儿走，从这儿走这儿，上这儿，上这儿，上这儿。所以这个的全架子啊，来打完八门正行，接着就走这个了，是吧？你看左手一叠，右手上太阳，往前打狗，上一个红拳撇下来，底下拜掌，前拳。